我呢小时候就觉得我父亲是个特别棒的艺术家，我就很渴望成为像父亲那样特别强大的男人。直到前段时间，我突然意识到父亲已经84、85岁了。我从前上海京剧院做总导演，指挥千军万马的，我现在就是糊涂的，什么也不知道，也想不起来了。这个作品对我来说特别难，我知道它特别难，但是我一定要把它做得很复杂，很强烈。这个作品就是我对父亲想说的话，想谢谢他们。好了，你儿子胡子也白了，胡子白了，你先喝。